Hello， 各位久违的 Vlog 开始吧。我们今天要出去愉快的玩耍。今天的风格有点与众不同，是文艺风。然后这个头发是我自己卷的，卷成那种乱七八糟的羊毛卷。我这个手机壳，这上面写的“天天上班，人哪有不疯的”。好，我们先出门吧。终于到了，我这鞋。鞋好疼啊！听说这附近有很多好吃的。终于坐上了观光车。Hello， 坐下来。哇，月光，后面光好好看。今天是去厦门的落羽山，好漂亮啊！我这架子刚接好，跟你说。有一个爱夸我还爱拍照的好朋友，真的好开心呢。照我们要去吃很有名的四里沙茶面，强烈推荐，真的好好吃。还有这个心心念念的汤水，排个名，这个排第一，这个排第二，这排第三，这排第四，这排第五。吃完再坐船去鼓浪屿消消神儿。出岛后晚上我们决定来做一个皮肤护理，它叫木乃伊补水，整张脸敷完就像一个木乃伊一样。做完脸真的好舒服呀。今天晚上吃大餐，番茄沙拉修不修酱油？不要不要，不要出现啊。我会去这里烤冷天换菜，烤冷天不换菜了，换的是那个洋葱吧。我们买了烤红薯，他买了麦当劳。放张夜宵实录，大家晚安。